本来我是觉得他往前走的，后来没想到是血魔回头敢放个法阵，我就没看懂了，兄弟们。救下我呀！救我呀，蚂蚁！你在找谁啊？你不救我吗？这血魔疯的兄弟，他不减肥，他救不了你，他怎么救你？他 A 那个小，他 A 那个小 Y， 他就不敢追了呀。不是你把我救了呀？你怎么一直在追一个废物血魔呀，朋友？喷起来，自己跟队友喷起来。只不过刀大，撸啊撸他更简化一点，他有投降，咱们刀大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玩刀大二的，对吧？也没有必要拿这个当成这种优越去秀，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，好吧？这种就很孩子气，不说这样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是这种是很孩子气的，好吧？所以说，做人成熟一点，好吧？大家应该也都是成年人，成熟一点。不要吵架，啊！别吵架。
风平漏了，原谅你。没 TP。救他！救他！救牛二郎！抬一下，抬一下。赶紧的。哎，大老婆试一下。哇，哪里来的？没进来的。你刚才不能直接放大吗？放大，放大，大。这个我必须买，牛逼牛逼，这个我必须买，给你打。拉住别动，拉住别动，啊！别动，别动！啊，傻吧！这个算不算一瞬先机什么的？算吗？对面还没有看懂这波团战是怎么死的。
你放这个 BGM 是不是太高级了？BGM 呢？好晕，帮我 A 一下。拆了拆了，哎呀，也空大了，拆了拆了，别他妈玩儿。兄弟，你继续唱，没事，你继续唱，唱唱唱唱，你唱。我什么一起学猫叫？唱唱唱，继续兄弟，继续。妈的，一点伤害没有，两个风影都秒不掉，我操！兄弟，我开直播的，我直播间30000人在听你唱歌，都说你唱的谁他妈溜。这么屌吗？你早说呀！我换一首。兄弟，你他妈的在哪里直播？兄弟，在哪里？熊猫，熊猫，熊猫，熊猫。老弟，有有有，哎，
哇，反应好慢哦！我靠！我的室友们，我的，本来这波是个一穿三的，一穿三的秀，结果一穿三没做到，一换一了。就是队友，我不知道他在找谁，找的人是错的。然后我们虚空和冰女人还不在呢。虚空呢？虚空，你早点来啊！虚空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虚空，你来了不是收割了吗？救一下！熊猫开大开毁天灭地好像是没有的，好像是不会放毁天灭地的。